时间就会慢慢在蛋糕上，快去拿蛋糕，快去拿蛋糕，别碰蛋糕，别碰蛋糕，就跨过对错之间的边界，应该极力辩解，还是认错诚恳道歉。我好开心，我决定恢复最初的发型，这个是最好的，你觉得呢？啊，这个是最完美的。哦，我等一下，啊，找到戒指了吗？快的快的，还需要一点时间。你的重要，这里的传统啊，没错，是喜欢故意去冲破谁的内心。别碰蛋糕，可那就是等等，我见到他们要去哪儿了，我们可以抄近路。喂，快下来。这首歌告别，好让我啊啊